山田が想像するな。だったら姉が挨拶を今じゃない。さっきの今じゃないっていつならいい。おいおい、改めて似合ってるから。かてこのまま来てこ。这绝对是最变态的男主，他每天都在看杀人大百科，只要是他看不顺眼的人，就会立马掏出美工刀，以每秒600下的速度把对方削成肉酱，可怕到就连他自己都害怕自己，因为总有一天他会无法抑制这种冲动。而他现在最想打掉的人就是班花山田，并制定了一个如何将他变成一具美丽的尸体的杀人计划。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只是被山田看了一眼，世川整个人就害羞的不行。然而等他再看过去，就发现山田居然露出了一副不屑的表情，感觉被轻视后，世川再也控制不住心里邪恶的想法。下课后，他偷偷溜到图书馆，准备继续策划他的杀人大计。可是等他到了之后，居然看到山田居然也在这里，并且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着饭团。世川直接懵了，刚想假装没有看到溜走，就在这时，山田叫住了他，难为情地表示别说出去。因为嘴里的饭团的原因，世川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想到再多问一遍又不太礼貌，于是世川含糊地答应了。之后他悄悄藏身在书架后面，这可是对付山田的绝佳机会。然而当他看着山田吃东西的可爱样子后，一时之间他又无法忍心下手，于是他决定先观察一下情况再做打算。随后他就看到山田又打开一大包薯片，幸福地吃了起来，这让他不禁怀疑这是否还是那个校花，他居然这么能吃。世川忍不住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眼睛。就在他震惊不已时，他看到一向高傲的山田竟然边吃边哼起歌曲，摇头晃脑的样子和他心中所想的校花完全不同。他眼前的景象让他再也无法忍受，于是他紧握手中的人体解剖图认真阅读起来。然而不久之后，身后的动静突然消失了，世川好奇地回头看看，发现山田正在准备社会课的作业。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没有写草稿，直接在纸上写字。果然很快他发现纸上已经没有剩余的空间了。就在山田拿起文具盒准备裁剪图片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忘记带美工刀了。世川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发现他兜里刚好有一把美工刀。然而这把刀本来是他用来杀山田的工具，他担心直接拿出来可能会被误解为变态，世川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撕纸的声音，原来山田已经开始动手撕海报了。看到这一幕，世川不自觉地走在女孩面前，将手里的美工刀拿了出来。听到山田的感谢，世川羞得满脸通红，躲到书架后面。他没想到校花非但没嫌弃自己，反而一脸开心地用着自己的美工刀。正当世川看得入神的时候，上课的铃声突然响起，不等世川要回自己的作案工具，山田就将他收进自己的笔盒带走了。就在他准备追上去的时候，山田的闺蜜拦住了他的去路，她埋怨山田又独自一人躲起来吃零食。但山田非但不承认，反而看到身后的世川后，一路小跑到他面前，把薯片递给了他。世川还以为山田是要送给自己吃，结果下一秒就自己吃完了。第二天，想着自己的打人工具还在山田手里，世川整个人都魂不守舍。然而来到教室后，他却发现美工刀已经在他桌上，感受着刀身上残留的体温，他妄想起了女孩上学时的场景。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没想到山田竟然记得自己坐的位置。上课时，各个小组准备发表昨天老师布置的社会课作业，可当世川起身，却发现山田那边出了问题。橘毛直言山田做的作品实在太难看，所以直接淘汰重写了一份。听到这，世川直接气坏了，他严重怀疑橘毛是嫉妒山田的优秀故意这么做的。看着山田在讲台上一脸难过的表情，世川气得咬紧牙关，恨不得现在就上台嘎了对面的橘毛。于是等世川上台做报告的时候，他心不在焉地一直观察着山田，随后发现女孩正坐在位置上偷偷哭泣。他没想到山田的内心会如此脆弱。就在这时，窗外飞来一架直升机，班里所有同学都将目光移向了山田。为了不让女孩出丑，世川拿出美工刀划破了黑板上的报告，这个举动震惊了所有人。世川心虚地瞄一眼山田，结果人家只是激动自己看到了飞机，这可真是个大乌龙事件啊。课间，山田坐在与女同学腿上玩贴贴，而后面的男生则围在一起讨论着色色的事情。听着身后同学们对山田的歪歪，世川恨不得现在就嘎了他们。此时寸头却说自己不喜欢太漂亮的女孩，他反而更喜欢肉嘟嘟的小圆同学，结果就被周围同学狠狠鄙视了一番。随后世川来到图书馆，却发现山田又躲在这里偷吃东西，但他没想到小圆也在这里，本以为他是来借书的，询问后才得知是被人叫来的。紧接着寸头就来到图书馆，知道实情的世川瞬间明白这是要告白的节奏，可还没明白过来的山田却在一旁当起了电灯泡，聊起了小圆其实在减肥这件事。闻言寸头立马表示自己就喜欢肉肉的女孩，所以就算再胖一点也没关系，
看着两人暧昧的表情，山田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在一旁非常碍事。就在这时，后面偷听的世川不小心将书碰到了地上，趁这机会，山田立马表示这可能是猫发出的动静，随后使劲咳嗽示意世川发出猫叫，世川只能硬着头皮学了两声。这么假的猫叫也是让山田没有想到，为了脱身，他和两人说了声去看看后，径直来到世川面前，和他一起学起了猫叫。就这样，世川与山田一唱一和糊弄了过去。放学后，世川经过书店时，想起了山田会在平时去当模特，出于好奇，他穿着一身不良人的衣服来到书店，准备寻找那本杂志。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山田也来到了这里，而且也和他一样乔装打扮了一番。趁着他没认出自己，世川赶忙躲到书架后面，只见山田徘徊在两名女孩的身边，故意刷着自己的存在感，结果却把两名女孩都吓跑了。但山田没有灰心，他将自己的杂志覆盖掉隔壁杂志后，信心满满的等着其他读者来问他要签名。然而下一秒，店员又走过来将他的杂志放到了原位。山田见状只好一脸失落的离开书店。之后是川将那本杂志买回了家，看着里面漂亮可爱的女孩，他总觉得与他认识的山田大不相同，之后就随手将杂志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但躺在床上后又觉得有点浪费，于是就起身将杂志捡起，打算打枪的时候当消音器使用。第二天上学时，一脸肾虚的世川在路上遇到了山田，可看到一旁的黄毛，他误以为山田有了男朋友，不甘心的他来到两人身后偷听，靠近后才得知对方只是在搭讪。刚想松口气，就看到黄毛强硬的抓住了山田的手臂。世川见状再也忍不住了，一把将自行车推了出去。虽然帮山田解了围，但他也成功牺牲了自己的单车。之后闺蜜将他看到的告诉了山田，可是面对山田的询问，世川只能谎称将油门和刹车搞错了。这天，世川又在书架后面偷看山田吃东西，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山田这次直接掏出了一包嚼嚼糖。要知道这可是儿童零食，而且还在学校，他就不怕被同学看到社死当场吗？也就在这时，山田突然站起，原来他没带水，需要到外面接点回来。不过一脸呆萌的山田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每次回来时都会将水洒得到处都是。为了防止图书馆的图书受潮发霉，世川只好卑微地跪在地上擦掉积水，却不料正好撞到了接完水回来的山田。看着从裙底不断流下的圣水，世川还以为山田尿失禁了，场面一下变得尴尬起来。看了眼表，山田又赶忙跑去打水。世川看到后不禁吐槽，用杯子接水不就行了吗？不过杯子全都在家政教室，现在离上课还有两分半，跑过去拿的话应该还来得及。于是世川一口气冲到家政教室，拿到杯子后准备给他接水，结果下来后才发现山田已经吃上了。这时山田也发现了拿着杯子的世川，为了掩饰尴尬，他只好装作自己要喝水来到女孩身边。临走前，山田还特意给世川留了一些嚼嚼糖，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山田的衬衫直接被汗浸透了。班上的男同学又聚在一起歪歪此事，身后的黄毛还扬言要走过去近距离观察，这种事情世川又怎么能忍，于是故意将美工刀弄掉在地上。黄毛见状好心的将美工刀捡起还给世川，却被世川叫住，狠狠威胁了一番。等黄毛回过神来，山田已经去别的地方乘凉。之后世川又在图书馆碰到了吃零食的山田，看着世川手里的折扇，山田借到手里扇风，结果他却闻到了扇子上有股好闻的味道，而世川坚信没有便叫其过来闻一下，结果就发现山田汗湿的衣服，他居然在里面穿了泳衣。原来山田早就料到会这样，于是为了防范内衣透出来特意穿了泳衣。就在这时，闺蜜萌子突然打来电话，得知她要来图书馆找自己，山田赶紧钻到桌子底下，并让世川坐在她的位置上帮她打掩护，感受着山田身上传来的体温，世川快压不住了。没过一会，萌子就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看到桌子上的零食，她便知道山田一定躲起来了，于是她假装不知道，来到世川面前与他聊天。经过交谈，世川这才知道萌子居然对零食过敏，所以为了体谅萌子，山田这才每次都到图书馆来吃零食。接着萌子夸山田不仅漂亮，个性超好，而且既懂时尚还有才华，在他当模特的时候真的是酷毙了。听到这样的夸赞，山田忍不住从桌底钻了出来，结果就被萌子直接抓包，随即两个女孩就亲亲热热的离开了，只留下备受刺激的世川狼狈的躲到厕所里。很快就到了举办校园祭的日子，世川所在的班级打算搞一个鬼屋，由于世川的字写得很漂亮，他便和小圆同学一起给墙上的壁纸写字。然而来到小圆对面后，世川的视线就被世界杯吸引住，眼睛不由自主的向前靠近。就在这时，山田突然出现，吓了世川一大跳，对不起对不起。壁纸很快完成，然而看到墓碑上的山田之墓，山田整个人都呆住了。黄毛上前质问这是怎么回事，世川本想说是小圆同学写的，但为了女同学之间的和谐相处，他选择背下这口黑锅。而就在这时，小圆回来了，得知情况后，他向大家解释那是他写的，原因是他写的都是些常见的姓氏。误会解开后，世川涂掉了原本的姓氏，并在所有墓碑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一切都做完后，世川来到水池清洗工具，这时山田突然来到世川身边，他打算在脸上涂点红色的颜料，这样他在扮鬼的时候或许会更吓人。他撩起头发，将脸凑到了世川面前，让世川帮自己化妆。校园祭当天，山田和世川在别的班级发
发现了地图。当得知两人家的距离不到一公里时，世川拿出手机想拍下地图，但会意错的山田一把抢过手机，来了张自拍。随着接触，这天世川在教室构思着一本龙傲天小说，然而看着窗边可爱的山田，世川越想越上头。精虫上脑的他被送到了保健室，经过医生的检查，世川并没有发烧，并嘱咐他休息两分半就没事了。可世川却在一旁看到了山田的鞋子，这让他的脑子又疼了起来。医生见状，让世川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但离开时却不小心拉开了一旁的床帘，看着趴在床上睡觉的山田，只是多看一眼，世川就觉得脑子快要爆炸。听到一旁的动静，山田也缓缓醒来。当得知世川是因为头疼才来的保健室，他便将手伸进了裤子的口袋，从里面掏出了一大把糖果，随后找出了他吃了一半的止痛药。原来山田是因为痛经的缘故来保健室的。就这样，世川拿着山田给的止痛药来到水池边，看着杯子上残留的水滴，这让他瞬间联想到了山田用这个杯子服药的场景。要是自己也用了这个杯子，那就意味着他和山田来了次间接接吻。正当他准备喝的时候，山田突然撩开帘子走了过来，吓得世川直接呆在原地。吃完药后，世川躺到床上，这时他看到了山田落在一旁的校服，观望四周没人后，控制不住欲望的他想对校服做些变态的事情。然而就在这时，医生走了进来，看到山田落下的外套，医生想都没想将外套扔给世川，拜托他回去的时候还给山田。闻着外套上的酸味，世川没想到女孩子的校服竟也有汗臭味。在他的想象中，女生的衣服应该是洗发精的味道才对，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不知何时，他脑子里的精虫不知不觉就转移到了下半身。课间，男同学又聚在一起讨论着少儿不宜的话题，几人甚至还玩起了剪刀石头布，输掉的人就要当着女生的面问他是否会自我安慰。然而看着女生们杀人的表情，黄毛瞬间被吓破了胆，转而询问女生是否可以给他看一下指甲，并表示他可以通过指甲看出大家的身体状况。山田也伸出了自己的手指，黄毛说了句很健康就回去了。原来这些都是他们男生的打赌，想看看山田他们有没有偷偷做色色的事情。接着黄毛来到世川面前，请求世川将手中的纸条拿给山田。由于刚才的事情，世川误以为纸条里一定是什么色色的东西，于是将纸条调包成了他给山田画的素描。山田看后小脸瞬间通红，而世川打开黄毛给他的纸条后，才发现黄毛只是想问山田要联系方式。来到图书馆，世川又碰到了上完厕所回来的山田。回到座位后，山田发现袋子里的糖果好像少了一颗，怀疑是世川偷了他的糖果，于是他径直来到世川面前查看是不是他偷走了。然而看着眼前的山田，世川忍不住开始想象，从上面摸表示是喜欢支配对方的脐橙味。第二天上体育课时，山田被篮球砸到了鼻子，这一砸直接让山田的鼻子就像爆炸了一样，大量的鼻血流了一路。世川不放心，偷偷跟着来到保健室，躲在床底的他意外看到了那天送给山田的简笔画，这让他回忆起了他与山田的点点滴滴，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喜欢山田的事情。自从体育课被篮球砸到鼻子后，山田每天就只能顶着个绷带来上学，想到自己的鼻子可能会歪一辈子，山田就非常害怕。心里难过的他来到楼梯口悄悄的哭泣，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世川发现。看着山田手里用完的纸巾，世川从口袋里掏出抽纸沉思片刻，随即跑到图书馆将抽纸放到了山田常坐的位置。不过光是这样有点像忘记带走的感觉，为了让山田用得安心，世川特地在上面写上了请自由取用，可这样看起来又好像陷阱，实在没办法，他只好将每个座位都放了一包。看着眼前奇怪的场景，山田似乎明白了什么。第二天上学的路上，世川回想起昨天在保健室的场景，那句喜欢山田现在想来应该是不讨厌的意思，而并不是想跟他交往的感觉，恋爱什么的只不过是脑子里错误的讯息。在世川看来，这就是一种心病，有许多人都因为这种病毁了，所以他绝不会犯下这种错误。可是紧接着他又来到了图书馆，果然看到山田跑来这里偷吃零食，只不过这回的零食是要和牛奶混着吃的。然而看到山田要把零食直接倒入牛奶盒时，有强迫症的世川立马闪现到了他的面前，想让山田用碗来搅拌着吃，但山田并没有带碗，没办法，两人只好来到家政教室。但好巧不巧的是家政教室没开门，两人随即又来到化学教室。在世川的一阵捣鼓下，他将牛奶和零食在烧杯中混合后给了山田，而山田将其搅拌好后，想都没想抓住了世川的手，随后放到烧杯里蘸了一点给世川品尝。得到世川的夸奖后，他才开心地享用起来。就在这时，老师突然出现了，世川刚想解释一下，结果就被老师看到了让人误解的画面。放学后，世川在便利店门口遇到了买完零食的山田，看到世川新买的自行车，山田想让他再自己一程，闻言世川害羞的要死，支支吾吾地问他要去哪里，山田表示就带他去挺秋零食店吧。注意到他豪迈的坐姿，世川也不由得愣住了。这时山田拿出了可以两人一起吃的冰棍，世川本以为可以分到一半，正歪歪着和女孩一起吃冰棍的场景，结果回过神来，他却只拿到了一个盖子。路上山田和世川聊起了社团的事情，由于鼻子受伤的缘故，他准备退出篮球社了，但学校又有规定必须要加入某个社团，所以他决定在两天半后加入世川所在的社团。
世川立刻害羞地红到了耳根，趁着等绿灯的期间，他停下来深呼吸缓解紧张的心情。然而下一刻他就发现两人在派出所的门口。要知道自行车载人是违法行为，世川害怕此事被查影响山田的模特生涯，所以他准备请山田下车。就在这时，山田问世川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棍，世川想都没想就说喜欢咖啡口味。绿灯亮起，世川也没再管自行车能否载人，用尽吃奶的力气送山田到达了目的地。作为感谢，山田大方地将另一半冰棍给了世川，而接过冰棍的世川也学着山田的做法，将冰棍上粉下的盖子给了他。这天，世川和姐姐来到快餐店吃饭，看着坐在对面的呆萌姐姐，世川心想，这要是被同学们看到，自己不就当场社死了吗？然而下一秒，山田和她的闺蜜就从一旁走过，三人坐下后讨论起了今天没被搭讪的事情。山田却表示自己虽然有被人搭讪过，结果仔细一看却是自己的亲戚。世川正竖起耳朵听着他们的谈话，就被姐姐塞过来一把薯条，他表示只吃女孩子的套餐，弟弟肯定会饿的。然而两人的对话却被身后的山田听得一清二楚，感到丢人的世川赶忙起身，借口要去再买点回来。山田见状也悄悄跟了过去。就在世川看手机的时候，突然被人撞了一下。山田询问世川，刚才坐在对面的人是不是世川姐姐，并表示想和可爱的姐姐做朋友，但是世川却说姐姐就是一个爱操心的大妈，非常烦人。听到这句话后，山田就更想和姐姐交朋友了。她是独生女，所以非常羡慕世川有个爱照顾人的姐姐。山田仔细看了菜单之后，决定再点个冰淇淋，结果一摸口袋才发现钱包忘带了。世川竟然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你难道不是来点餐的吗？山田只好表示自己是来上厕所的。紧接着世川又死亡开口，表示厕所不是只有楼上有吗？山田只能尴尬地离开。等回到点餐的地方，世川才突然反应过来，山田是特意过来和自己说话的。随即他特意点了一个冰淇淋，正准备去送给山田，却被他调侃又在捉弄自己，最终这个冰淇淋也没能送出去。第二天，山田偷吃东西的事被班主任发现了，因为不放心，世川和他一起来到了办公室。老师上来问山田为什么要带零食来学校，山田假装不知道，而此时世川却突然开口，他表示山田从来没有承认自己带零食进学校，而老师要找的也是丢零食包装人，但是现在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就是山田做的，所以山田也并不是老师要找的人。这一番话成功将老师绕晕。离开办公室之后，山田向世川道谢，并掏出糖果和橡皮屑揉成的团让世川先选。看到世川拿了橡皮屑之后，山田笑着跑开，调侃世川真的是个幼稚鬼，并提出了交换名字的建议。这一刻，世川的多巴胺疯狂涌动。这天放学时，天空下起了大雨，世川刚穿上雨衣准备回家的时候，山田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看着世川宽大的雨衣，山田表示想去便利店买把伞，能不能把雨衣借给自己。闻言世川想帮山田去买，可山田却说不想麻烦世川。就这样，他穿上了世川的雨衣，感受着雨衣上残留的体温，山田忘带书包就走出了校门。还好细心的世川发现了一旁的书包，一想到钱包肯定还在书包里面，世川冒着大雨就追了上去。看着护着自己书包的世川，山田微微一笑，伸出手臂为世川挡雨，随后表示钱包就在书包的最上面，想请世川帮自己拿出来放他的口袋。然而当世川的手伸进书包后，却从里面拿出了一把没用过的雨伞。山田见状被吓得小脸通红，赶忙解释那把伞是坏掉的。听此世川也没说话，将伞放进书包后找出了钱包。正当他想将钱包放入雨衣的口袋时，山田却说这样会湿掉的，随后一脸害羞的让世川将他放进里面衣服的口袋。等山田离开之后，看着手里的雨伞，世川好奇的将它打开，结果发现雨伞根本没有坏掉。可迟钝的世川没往感情这方面想，反而是觉得山田不想承认自己的失误，随便找的掩饰尴尬的借口。等山田买完伞回来，手里还多了一大袋零食。这时山田一边吃着冰棍，边让世川猜猜自己喜不喜欢吃薄荷味的巧克力。还没等世川回答，山田就表示时间到了，世川已经错过了回答的机会。等到世川转身离开之后，山田拿出一盒同样的巧克力递给世川，并说自己最喜欢了。世川瞬间害羞的满脸通红，却误以为山田说的是薄荷巧克力。这天学校组织同学们去外面完成职业参观，但由于需要6人拼成一组，大家都聚在一起谈论着分组的问题。以世川为一组的4人刚好看到山田那组还差2人，于是4人原地解散，来到女生面前请求让他们加入，可每组只能6人。女生们打算用投票的方式选出2人，最后在他们的商量下，寸头被选为了第一个幸运儿。殊不知寸头并不想加入山田一组，他更想加入身后小圆的一组。看着寸头尴尬的表情，山田这才想起寸头喜欢小圆同学，于是赶忙来到他身边，暗示世川帮他一把。实在没办法，世川只好找了个成绩需要匹配的理由，暗示寸头去那边的学霸组。然而这句话却冒犯了在场的4人，他们的眼神差点就杀了世川。不过黄毛和小胖的成绩似乎都比世川差，两人正打算加入山田一组，意识到不妙的世川赶忙表示自己的化学只考了2分半。就这样世川成功加入了山田的小组。事后山田凑到世川耳边戳破了他刚才的谎言。时间按来到职业参观这天，6人来到一家连锁书店，同样也喜欢山田的黄毛一直凑在山田身边寻找话题，可由于思想太过肮脏遭到了山田的嫌弃。这时编辑拿来了漫画的实体原稿，
感兴趣的三人立马就跟了过去。市川本不想凑热闹，然而听到是刃牙的实体原稿后，他兴奋地张大了嘴巴。山田见市川如此感兴趣的模样，二话不说拉着他的手来到原稿面前。参观完后，几人乘坐电梯回校，但由于太过拥挤，山田一把将市川壁咚在了墙上。看着眼前的福利画面，市川只好闭上了双眼。然而封印视觉后，其他的感官却变得异常的敏感。山田身上的香味加上他轻柔的呼吸，市川真的快压不住了。好在电梯很快到了一楼，不过看着市川发呆的山田却还保持着壁咚的姿势，直到市川出声，他才僵硬的朝外走去。从书店出来后，得知是川兴趣的山田主动和市川聊起了漫画的话题，而市川也变得话多起来，说起了自己喜欢的漫画。见市川如此感兴趣，山田表示他买过一套少女漫画，想改天借市川看看。闻言不知趣的闺蜜笑出了声，毕竟男生怎么会去看心动爽朗的少女漫画。市川听后也只好敷衍的笑了笑，随后找了个借口来到厕所发泄心中的不快。等市川出来后，他发现只有山田一人在等自己。经过市川的提醒，山田这才意识到其他人可能先走了，跑到车站，两人刚好错过了这一班的电车。为此山田非常抱歉，尽管市川安慰他没有关系，下一班的电车很快就会到的，但山田依旧自责的眼角流出了泪水。在市川想来，山田一定觉得和自己独处很丢脸，所以搞不好就是自己弄哭了他。为了安慰山田，市川想到今天过来的时候，山田说过自己想喝奶茶，于是自掏腰包买了瓶送到山田面前。接过奶茶的那一刻，山田瞪大了眼睛，小脸羞红的他，没想到市川还记得过来时他随口说的话。这时市川突然出口，为自己刚才不吭一声就离开去上厕所的事情道歉。听到这话，山田忍不住想象了一下市川大声向同学们大声宣告自己去厕所的场面，不由得笑出了声。结果一转头就发现市川已经快坐到天边去了。电车上两人相对而立，随着车上的乘客不断增多，市川刚想朝车厢里面走去，也就在这时，山田一把抱住他的书包，表示这样就不会走散了。随后山田和市川聊起了班里某些同学在交往的话题，山田表示比起公开的恋情，他觉得秘密交往会比较有趣，并询问市川的意见。还没等市川回答，电车就已经到站了。眨眼来到第二天上学的路上，市川满脑子都是山田可爱的画面，他知道自己已经喜欢上了女主，但自卑的他认为自己根本配不上山田。在他看来，山田一定看不起自己这个阴沉男。来到学校门口，市川看到山田直愣愣的在那里，似乎在等着谁，想着反正等的肯定不是自己，于是正打算低头走进校门的时候，山田一把拉住了他的单车，向他发出了热情的问候。原来山田带来了昨天答应借给市川的少女漫画，市川没想到那时山田说的话都是认真的，而之所以是现在拿给市川，是因为他今天有事要早退，没法在图书馆碰面。不过迟钝的市川还没发现山田的小心思，看着跟在他身后的山田，反问山田不是在校门口等人吗？这没来由的一句把山田整尴尬了，他只好说了声再见，不舍得朝反方向走去。傍晚，市川坐在山田常坐的位置看起了小说。这时山田突然走了进来，看到市川坐着，他十分惊讶，因为之前市川明明说过他习惯站着看书。不过这都不是重点，市川询问山田今天不是要早退吗？山田却表示自己只是顺便过来看一下。在看到手里的书不是他借给市川的漫画后，山田吃醋的想夺过书让市川看他给的漫画，然而市川手上的是一本猎奇小说，不想让山田看到的市川不小心用力过度，结果山田一个没站稳，带球撞到了市川脸上。事后两人互相道歉，小脸羞红的山田表示自己差不多该走了，市川出声叫住了他，磕磕巴巴半天之后，他才说出一句，明天你会来学校吗？山田笑了笑，表示自己会来的，并且一定会来图书馆。自从图书馆体验过山田的洗面奶后，市川回到家里心不在焉地看着少女漫画，他很想知道山田当时是怎么看这本漫画的，是侧躺着，还是趴着，或是仰躺着。看着书里掉下的零食碎屑，市川瞬间联想到了当时的画面，原来是这样啊。第二天来到学校，山田又主动找市川搭话，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黄毛看到，于是趁着课间他来到市川身边，质问市川为什么可以一脸轻松地跟山田聊天。市川本以为会受到黄毛的霸凌，结果下一秒黄毛聊起了山田有没有男朋友的话题，表示既然市川与山田的交情那么好，这方面的事情应该会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喜欢山田，所以想八卦一下。见市川不说话，黄毛表示还是算了，警告市川别把他刚刚说的那些讲出去，答应黄毛一定守口如瓶后，市川反问黄毛为什么喜欢山田，虽然这种事讲出来很丢脸，但黄毛还是向市川坦白，原来他发现自己没法拿山田当作释放压力的对象，毕竟常有人说无法拿真正喜欢的人来释放压力。闻言市川有些惊讶，因为他那天还对着山田的照片释放压力来着。一想到这里，市川怀疑自己不是真正的喜欢山田，而是在用有色的眼光看山田。接着市川询问黄毛喜欢山田的什么地方，这下黄毛来了兴趣，表示山田的欧派虽然很不错，但最棒的还得是他那肉肉的大腿。听黄毛这样描述山田，市川心里很是不爽，只好一脸不悦地向教室走去。然而回到座位后，
世川发现山田竟坐在他桌子上和闺蜜聊天。放学后来到图书馆的两人看到了告示栏上贴上了禁止饮食的海报，直到昨天为止这里还没有这样的告示。山田觉得有些奇怪，他害怕自己在这里吃东西的事被人知道了。为了搞清楚状况，他和世川来到办公室询问此事，结果老师拿出了山田吃剩下的糖纸。虽然不知道是山田吃的，但要是放任不管只会越来越多，所以老师这才贴出了告示。山田听后涨红了脸，冷汗直流的他一时忘了怎么说话。好在老师没察觉山田的异常，本以为山田会稍微收敛一下，结果回到图书馆的他又拿出了零食。不过正当他打算吃的时候，世川看到了书架后面的老师。在这危机时刻，世川毫不犹豫地起身用书盖住零食，并且起身进行爱的告白，这才把老师糊弄过去。回过神来的山田这才发现手里的巧克力已经融化，他让世川转过身去，看到山田还在舔手上的巧克力，世川十分无奈。不过临走之前，他还是提醒山田以后零食还是少吃点比较好。画面一转，全班同学在体育老师的安排下来到操场进行长跑测验，可看着身后慢慢靠近的山田，世川觉得让女生追上真的很丢脸，于是立马加快了步伐。山田见状，靠着腿长的优势很快就抓住了世川，然而世川却不予理会，又加快步伐挣脱了山田的手。实在没办法，山田只好使出了自己的绝招。看到山田晃动的世界杯，世川仿佛踩到了减速带，瞬间就跑不动了。可山田追上后，世川却提醒他衣服穿反了，于是就发生了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只见山田不然一边跑一边换衣服，并且还把换下来的衣服丢给世川，差点没压住的世川再次减速。这时山田回头正好看到开了右眼的世川，他十分惊喜，世川却匆忙捂住自己的眼睛。两分半后，两人一起跑完了全程，山田无力地瘫坐在地上，他伸手想让世川扶自己一把，殊不知这是他想和世川来一次肢体接触的小心思。之后山田随便拿了件外套和小圆一起回了教室，而回到座位的世川这才发现拿错了衣服。此时女生们正围在一起讨论着有了男朋友互换外套的话题，他突然意识到万一山田不小心将自己的外套穿上被人看到的话，一定会被人狠狠吐槽的，山田的校花身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想到这里，世川连上课的心思都没有了，只想等午休的时候快点把外套换回来，或许是有点冷了。山田将世川的衣服穿在了身上，也就在这时，老师突然点到黄毛，让他去黑板上解答题目。世川见状瞬间慌了，要知道黄毛那个变态肯定会趁着机会偷窥山田的世界杯，到时候看到衣服上自己的名字，事情会立马败露。想到这里，世川情不自禁地起身，表示自己要替黄毛解答题目。一边解题，他还一边戳着胸口，想要提醒山田，可惜不但没能成功，自己反而因为解错题而出糗。终于熬到了中午，可能是正在长身体的缘故，山田竟吃了两碗半的米饭。而吃完饭后，他主动把世川叫到了保健室。原来山田早就发现穿错了衣服，为了多穿一会，他故意等到现在，而脱下外套的他还不忘闻一下上面残留的味道。之后山田强行拉着世川量身高，看着近在咫尺的欧派，世川害羞的快要爆炸。由于量尺被卡住，山田决定直接用手来量。好不容易量完身高之后，山田又开始量体重，世川回头刚好看到这个画面，结果就因为不小心看到了体重数字而被山田揪着不放，毕竟女孩子的体重是个秘密嘛。这天老师决定用抽签的方式调换同学们已经坐了两周半的位置，等世川抽完签搬好桌椅，他虔诚地祈祷山田能坐在自己旁边。也就在这时，山田刚好搬着桌子从后面走来，本以为愿望真的实现，结果却差了一个位子。更糟糕的是，黄毛竟成了山田的同桌，看着两人有说有笑的模样，世川非常吃醋。好在小圆成了他的同桌，世川觉得这样的结果也挺不错的。可下一秒，世川就后悔了，由于山田实在太高，只有1.5米的世川上课时根本看不到黑板上的文字，他的视线不自觉的就放到了山田的脸上。此时山田正好回头看到了盯着自己看的世川，世川很想解释他只是在看黑板，但黄毛突然开口表示自己忘带了教材，想借此与山田拉近关系。世川见状哪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二话不说就从黄毛的抽屉里找出教材，拆穿了黄毛的小心思。为了看清黑板上的文字，世川无意间靠到了小圆的肩膀上，连忙道歉，小圆却大方地表示没问题，还主动提出借给世川笔记搬过去和世川一起做。结果这一幕被山田看个正着，下课后山田坐在位置上赌气，世川却想着怎么解决看不到黑板的问题，于是他对山田说道，在上课时我的眼里只能看到你，这一句我的眼里只有你，听得山田心跳漏了一拍，他的嘴巴不自觉地张大。看到山田害羞的表情，世川这才意识到刚才的话简直是在告白，大脑死机的两人同时呆愣在原地深情对望。也就在这时，小圆走了过来，打破了现场心动的气氛。之后在老师的安排下，世川被调到了第一排的位置，解除误会的两人来到图书馆，世川无意提到了电影的事情，结果山田立马来了兴趣，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在电影里饰演的角色，随后更是带入角色说起了台词，真的好恶心。世川直接愣住了，山田这才表示这句话是角色的关键台词。由于这句台词不常说，山田决定找世川多练习一下，但图书馆人多眼杂，两人最后来到阴暗的小仓库，然而看看近在咫尺的山田
前，世春非常不好意思，转移话题问电影会什么时候上映。山田表示接下来才正要开拍，正式上映的话大概是两年半以后的事情，而那个时候刚好毕业。山田想知道世川到时候会不会去观看电影，世川表示自己到时候一定会抽时间过去的。这天山田照旧和女生们坐在一起贴贴的时候，被他们不小心碰到了大奥派。为此山田非常生气，为了告诉闺蜜自己身上的禁区，三人来到黑板面前，用粉笔画了一幅山田的正反面图，随后山田亲手为人体图标上了禁区的位置。看着只有一小部分可以摸的地方，闺蜜不禁吐槽山田还真是个母老虎，而且还把脸画得比较可爱。在众女吵吵闹闹离开之后，黄毛作为值日生刚想去擦黑板，就被世川拦了下来，主动要求帮忙。来到黑板前，看着山田的禁区，世川默默地将可以摸的位置记了下来。第二天上课，感冒刚好的萌子找到山田补习功课，可山田的成绩也是那种刚到及格的差生。于是两人在图书馆找到了世川，随后拜托他帮萌子补习起了功课。途中萌子聊到了山田傻乎乎的一面，记得上次他吃可丽饼的时候嘴边不小心沾到了奶油，由于手上拿着东西舌头太短又舔不到，结果山田竟用可丽饼上的奶油去擦掉脸上的奶油。萌子看后都震惊了两年半，闻言世川笑出了声。萌子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世川笑。山田见状将萌子拉到身边，表示世川还是经常笑的，就比如上次看到刃牙原稿的时候。可世川反驳那是心情非常放松的关系才导致的。听着两人的对话，萌子这才知道世川是可以正常交流的，因为世川平常和女生说话的时候都像挂着软趴趴的对话框一样，只会回答是或者哦。几天后学校迎来了家长面谈会，由于世川觉得在学校跟妈妈待在一起会觉得浑身难受，于是他决定躲在墙后等快开始的时候再和母亲碰面。看着母亲一旁的山田和他的妈妈，世川感叹还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两个人的气质真的是一模一样。山田妈妈还在不停地纠正女儿的坐姿，这严厉的语气就连一旁的世川妈妈都不由自主照做了。这时世川的老妈看着快到的面谈时间，抱怨儿子为什么还不来，而一旁的山田听到世川的名字，他这才知道身边坐的是世川的母亲，于是故意将脸凑近引起未来婆婆的注意。果然得知山田和世川是同学后，未来婆婆就拜托山田和世川好好相处，虽然会有些困难，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山田如此乖巧的样子。最后山田与婆婆交换了糖果，没过一会面谈结束，因为不想被同学们看到，世川加快步伐朝楼下走去，殊不知山田悄悄跟在了后面。母亲拿出山田给自己的糖果，忘记名字的他询问儿子那个漂亮的女生是谁。世川刚说出山田的名字，就发现他居然也在身后，被吓了一大跳。第二天来到学校，两人坐在图书馆讨论着昨天面谈的事情，由于山田坐的实在太近，世川害羞的小鹿一顿乱撞。这时山田拿出了婆婆给他的糖果，之后世川帮山田辅导起了功课。然而没过一会老师走了过来，感叹两人还真是用功，可世川却注意到了桌子上的糖果，想着要是被老师看到就完了，于是他想到那张禁区图，戳了戳山田的肩膀让他把糖果藏起来。山田直接被撩到耳朵通红，害羞地蹲在地上，随后他在那张图上添加上了耳朵。这天放学天空又下起了大雨，忘带雨衣的世川只好淋着雨骑着单车往家里赶。经过便利店时刚好遇到了买完东西出来的山田，看到没穿雨披的世川，山田立马叫住了他。被淋湿的世川怕自己现在的模样很恶心，于是撸了撸前面的刘海，一番操作下来世川的颜值瞬间上了几个档次。山田看后情不自禁地伸手摸向他的脸颊，世川被吓了一跳，山田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动作有些过头了，随后表示自己带了塑料袋可以让世川套在头上回去，随后又准备在眼睛这里开个洞。看到世川呆愣的反应，山田直接转身坐在了后车座上。虽然世川不排斥这个儿行为，但世川却说这样骑车会很危险，再加上山田一会还要去工作，于是拒绝了山田的好意。然而回家后世川这才发现山田买的东西忘在了他的车上，看着从袋子里拿出来的姨妈巾，他顿感不妙，想都没想淋着雨赶到车站。幸运的是山田还没上车，看到世川过来他也很是担心，和检票的人打了声招呼后来到外面掏出手帕为世川擦去头上的雨水。世川本想解释赶过来的原因，但想到里面的东西还是害羞的没敢开口。而细心的山田发现了问题的所在，于是对世川说道这个并不是生理期用的那种，而是妈妈托自己去买的。世川这才放松下来，想到山田还要赶去工作，世川连忙告辞离开。回到家的世川躺在床上看着手机上山田的照片，世川不知不觉睡了过去。可没过一会儿世川就被一个奇怪的梦惊醒，他很清楚自己一定是发烧了，一量体温竟烧到了 38.1 度。就这样世川向老师请假在家里休息，然而傍晚家里的门铃突然响起，世川本不想搭理的，但看到屏幕里的山田后他立马冲了出去。看看面前模糊的山田，世川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山田见状拿出了今天学校的午餐草莓奶酪，想着世川一定很想吃，他就自作主张的带了过来。最后一顿寒暄后山田挥手告别，看着山田渐渐离去的背影，世川莫名的想和他多待一会，于是就主动开口邀请他进来喝杯茶。就这样山田来到世川家里，此时家里就只有世川和山田两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让世川非常紧张。
准备烧点开水都溅了一身，而世川这才发现自己还穿着睡衣，想着可能会有异味，插上烧水壶后，和山田说了一声，准备上楼换件干净的衣服，结果没等世川穿上，感冒还没好的他突然感觉一阵头晕，随后失去意识倒在了地上。与此同时，楼下的山田等到水烧开了还不见世川，感到担心的他来到世川房间，看到躺在地上的世川，山田赶忙上前将他抱起，用尽全力将世川扶到床上后，他准备帮世川穿上衣服，结果世川迷迷糊糊间还以为在做梦，直接一头栽倒了山田的大欧派上，还感慨梦境好逼真，欧派也不会变得忽大忽小。山田愣了愣，也反手抱住了世川，而等世川醒来已经是晚上八点多，看看额头上的手，世川下意识地握住喊出山田的名字，等面前的人出声，世川才反应过来，看到是姐姐，世川吓了一跳，记忆混乱的他一时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梦境。这时姐姐拿出了放在客厅的草莓奶酪，世川这才确定山田刚刚来过，不过看着山田留下的鼓励信，世川还是把刚刚的事情当成了梦境。第二天早上，世川的烧终于退下，这时母亲和世川说起了昨天在家门口遇到山田的事情，当得知世川的状况好多了，明天应该就可以去上课了，山田瞬间激动到热泪盈眶，开心的和未来婆婆道别。母亲不禁吐槽山田还真是个奇怪的女孩。吃完早饭，世川推着自行车向学校走去，可走到半路却遇到了躲在墙后下他的山田，之后山田问起了世川的病怎么样了，世川听后表示已经好了，只不过昨天的事他已经记得不太清楚，就好像一直在做梦。闻言山田停下脚步询问世川是什么样的梦，因为他之前看过两周半的周公梦解，所以说出来说不定可以帮世川看看是好是坏。不过就在这时，萌子跑了过来，关心地询问山田的身体状况，原来他昨天看见山田把没吃的草莓奶酪带回家了，这在以前可是从来不会发生的事情啊。而走在前面的世川心想，原来山田也是会感冒的呀。画面一转，女生们聚在一起讨论着在圣诞节前交的男朋友的话题，而首先要做的就是跟班上的所有男生互加联系方式。闻言山田觉得这个主意非常不错，于是搬着板凳直接来到世川面前，准备借此机会光明正大的与世川互加好友。不过橘毛见状也跟了过来，表示哪有人满级了还去打新手村的史莱姆呢，像世川这种阴暗的宅男由他来家就行了。于是他自顾自地掏出手机与世川互加了好友，然而看着世川雷姆的头像，橘毛蹲在地上有些吃惊，因为他也喜欢里面的拉姆，可看着两人有说有笑的模样，山田非常吃醋，杀人的眼神简直是要刀了世川。这时橘毛起身若无其事地推着山田，让山田去攻略符合他段位的食堂同学，可山田却说食堂跟自己住在同一栋公寓，而且两人的关系还蛮好的。闻言世川瞬间联想到了两人住在一起睡在同一屋檐下的场景。也就在世川胡思乱想的时候，山田被橘毛强行推到了食堂面前，听到山田问食堂要联系方式，世川回想起了两天半前山田当时也用同样的话问过自己，然而迟钝的世川压根没往这方面想，所以错过了两人交换联系方式的机会。想到这里世川就非常后悔，他情不自禁地大叫起身，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他，直到最后他也没能说出口。晚上回到家的世川趴在床上看着山田借给自己的少女漫画，里面的世川也是个温柔的阴沉男，结合上面的剧情，世川回想起了之前他与山田的互动，但下一秒他又告诉自己别再想了，不能有这种杂念，别去想那种可能性，别想了。第二天早上世川来到学校，结果看到了黄毛学长向山田搭讪的一幕，虽然山田满脸写着不想和黄毛接触，但黄毛还是厚着脸皮邀请山田去他家玩，最后在他的一番甜言蜜语下，山田身前的小林反倒被攻略，答应了会带山田一起去黄毛家玩的请求。为此回到教室的山田有些生气，并表示自己是不会去的，既然如此小林打算找其他人一起去就好了。课间山田和世川在图书馆聊起了游戏的话题，当得知世川有玩 Switch 后，山田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父亲在家里会玩各种各样的主机游戏。不过就在这时突然走来两个其他班的女生，世川见状为了防止产生误会立马与山田拉开距离，而两个女生与山田打招呼的同时表示山田这么漂亮一定是有男朋友了，山田连忙否认，可是他们却并不相信，还以为山田是因为艺人所以要对外保留单身这个人设，山田激动地再次否认。见此两人瞬间明白了什么，于是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但迟钝的世川还不明白山田的小心思，看山田向自己走来还让山田不要在别人面前跟自己靠得太近。这时刚才那个女同学又拉着黄毛来到图书馆，世川见状下意识的想要离开，不过山田却一把抓住世川，随后缓缓向世川靠近，身后的两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如此亲密的举动傻子都看得出来两人是什么关系。最后黄毛只好一脸不甘心的离开。晚上回到家，世川想起当时在图书馆发生的事，再结合班里其他同学的流言蜚语，世川严重怀疑自己是被山田利用了。现在想来山田之所以会接近他，一定是为了利用这个阴暗的自己去牵制靠近他的其他男生。想到这里误会山田的世川一连两天半都没去图书馆，
而山田还以为是自己靠的世川太近，惹得世川生气了。于是放学后他追上世川，把将他壁咚在了墙上，询问世川生气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太靠近世川了。世川表示自己并没有生气，随后说了声再见准备离开。山田见状非常抱歉，伤心欲绝的他再也忍不住了，随后拿出之前世川在图书馆放的纸巾大声地哭了起来。看到山田哭泣，世川这才想起山田并不是那种人，之前之所以认为山田在利用自己，是因为很害怕再这样下去自己会越来越喜欢山田，所以想要找个讨厌山田的理由罢了。想到这里，世川连忙解释午休时是因为有事才没去图书馆的。话音刚落，山田就激动地抱住了世川，两人约定一起回家。放学回去的路上，山田激动地介绍着纳豆炒饭，要提前搅拌40后，这样就会变得超好吃哦。听到这里，世川不得不说出实情，那就是他根本不喜欢纳豆。山田瞬间气结，枉费他刚刚说的那么气质。也正是因为这样，世川才一直不忍心打断他。意识到自己和山田的喜好还有感性果然有所不同，世川失落地表示自己要回家了，却被山田叫住，询问他寒假打算去哪里。突然切换话题，世川有些不适应，但还是表示自己会去爸爸的老家，也就是秋田。作为一个十足十的吃货，山田第一秒就想到秋田有个很好吃的东西，烤木棒。这时世川将一直被自己放在书包里的漫画书拿出来还给山田，却被他抓着询问读后感。世川表示自己最喜欢。一开始两人用笔记本进行交流的部分，山田激动地说自己也是这样，并且表示星期一会拿下一集给世川。不等世川拒绝，他就自顾自地走了。画面一转，山田正在认真地向世川道歉，因为他忘记带少女漫画的下一集了，并保证明天一定不会忘记。可是明天他们就开始放寒假了，被提醒后，山田主动提出明天约的地方见面好了。世川想要拒绝，可是却熬不过山田。就这样，两人不但约定了明天见面，还成功添加了好友。晚上，山田躺在床上，不停地翻看着和世川聊天记录，开始期待起明天的约会。终于迎来了平安夜，世川打扮得像个跟踪狂一样，提前半小时来到了约定地点。本以为来得太早，结果一抬头就看到了人群中的山田。看着山田精心打扮的模样，世川心动得快要爆炸。不过两人约的明明是两点见面，世川严重怀疑是自己看错了。然而走近后看到拿出零食一口咬下的女孩，他这才确信是山田本人没错了。世川刚想拿了漫画走人，山田就说自己有一个特别想去的地方，想要世川陪着一起去。就这样，在山田的安排下，两人开始了第一次约会。可迟钝的世川压根没往这方面想，反而认为山田是来这里顺便办事情的，所以想着最好与山田保持距离。结果他这才发现玻璃里面的自己简直像个跟踪狂。回想着山田刚才的表情，世川赶忙脱下帽子摘去口罩，山田这才笑了起来，并主动将手里的袋子分出一半，表示这样子就不会走散了。可一想到重量都在山田那边，世川不自觉地想要拉开距离，减轻山田的负担。然而山田却以会挡到别人走路为由，一下又靠近了世川。之后两人来到甜品店，山田听说这里的松饼既好吃又可爱，所以很想尝试一下。不过看看面前可爱的山田，再结合现在的场景，世川这才觉得两人有点像是在约会。在排队的过程中，山田表示第一次约会是不可以去游乐园的，毕竟玩项目会排队很久，这样反而会因为尴尬导致感情恶化。不过现在看起来他们完全没那种问题，世川有些疑惑。山田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说漏嘴了，可迟钝的世川压根没往约会这方面想，看着山田顾虑的表情，反而认为是自己没站在山田前面不够体贴导致的。于是世川说了一声准备站到前面去，山田见状立马拦住世川，这么矮的世川要是真站前面，怕是只能对着山田的大腿讲话了。为了缓解尴尬，世川很想知道山田今天的发型是怎么弄的，山田却说他很不会自己绑头发，所以是妈妈帮忙梳的。闻言世川有些惊讶，因为他记得那天在学校看到山田母亲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很严肃的感觉。山田解释妈妈在外面或许是那样的，但在家里却非常温柔，还经常用亲切的方式叫自己。来到店里后，看到菜单的山田心情一下就恢复过来，可世川看到上面的价格却吓了一跳。不过为了面子，世川只好表示自己并不喜欢吃甜食，所以只要了杯比较便宜的咖啡。但听到世川这么说，山田感到非常抱歉，要是早知道这样就去咖啡厅了。之后服务员来到两人面前，山田替世川点了杯咖啡后，世川这才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先不说刚刚就不应该骗山田自己不喜欢甜食，现在点餐还让女生来就很不像话。就在世川胡思乱想的时候，服务员端来了世川要的咖啡。想到自己刚刚说过不喜欢甜食，世川还是忍住了加糖的冲动，好苦的液体。没过多久，服务员端来了山田点的松饼套餐，山田瞬间激动起来。在山田的要求下，世川拍下了他正在吃东西的照片，顺便还录了一段山田大口吃松饼的视频。本以为做这些都是要发到网上的，结果下一秒世川就收到了山田发来的消息，打开一看竟然是刚刚他拍的视频。世川刚想仔细看一下视频内容，就被山田直接来了个贴脸杀，不满地表示偶尔也要看看本人吗。吃完甜品后，两人来到商场闲逛，山田选了两件不错的衣服来到更衣室准备试穿。不过在外面等待的时候，世川听着里面的声音，他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脱衣服的画面。世川感觉再多听一秒就会爆炸，于是等山田换好衣服出来，
他早已走到了两米半开外。见此，山田连忙将世川喊了回来，并要求世川在他试完另一件衣服前一直在这里等自己。然而听着里面的悉悉索索声，世川真的快压不住了。也就在这时，一旁传来熟悉的声音，居然是自己的姐姐。世川赶忙解释他看到了自己的姐姐。闻言，山田想出去打招呼，但世川却表示现在不行。于是为了不被姐姐发现，山田一把将世川拉进了更衣室。由于空间过于狭窄，暧昧的距离让两人害羞的要死。山田询问世川，刚刚他说现在不行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时候可以见世川的姐姐？世川慌张地表示以后会有机会的。山田这才作罢，可下一秒他就发现自己流汗了，开始着急起来。世川却发出疑问，他不打算买吗？毕竟衣服很适合山田。听此，山田高兴极了，他微微一笑，决定直接穿着这件衣服出去结账。殊不知背后的拉链还没有拉好，于是山田转身的下一秒，世川就看到了里面的内衣。眨眼已是晚上，两人还是彼此拎着袋子走在街上，看着山田美丽的侧脸，世川从未觉得时间会过得这么快。于是他突然停下脚步，扭扭捏捏地对山田说道，自己今天很开心。山田转身将围巾系在世川的脖子上，表示自己也很开心。闻着围巾上残留的香味，世川这才意识到这是山田带过的。而沉醉其中的世川不知不觉间跟着山田来到一处灯饰前，山田表示他今天就是想来看这个，他还是第一次知道圣诞灯饰可以如此美丽。最后两人准备乘坐电车回家，可接过袋子的世川发现提把竟是湿的，山田说那是自己的手汗。这时电车到站，两人挤进了人满为患的车厢。世川本以为和山田走散，结果下一秒一只大手握住了他，可由于世川太矮，他还以为是别人牵错了手，想着要是自己握回去的话，可能会被当成色狼。然而感受着手上的汗水，世川这才意识到对方就是山田，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握了回去。就这样，两人握了一路，直到下了电车还没有分开的意思，结果他们错过了松手的时机。就这样慢慢地走着，分开前世川想祝山田新年快乐，但山田却堵住世川的嘴，一边掰着手指，一边表示离新年还有好几天，所以现在还不能说。随后山田说了声再见后，依依不舍地准备回家，而没看前面的他差点又撞到了电线杆。接着世川也准备回去，然而走了两步半的他又突然回头，结果发现山田已经不见了踪影。可下一秒他又突然出现，说着圣诞节快乐。在灯光亮起的一瞬间，看着山田脸上的笑容，世川的小心脏瞬间扑通扑通直跳。几天后，按照惯例世川来到秋田老家过年。不过虽说来到了秋田，但世川的日常并没有发生变化，唯一的问题就是他都这么大了，还要和姐姐同睡一个房间。看着世川一脸不情愿的表情，姐姐上前安慰又没有关系，毕竟他们去年这时候都是睡在一起的。就在世川不知怎么回应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打开一看，原来是山田发来的美食照片。这让世川瞬间记起了那天的对话，因为父母都是关东人的原因，所以他也好想看一下雪景。当时世川不经思索的就答应下来，帮山田拍摄雪景的照片。想到这里，世川拿起手机来到走廊想拍一张雪景，不过由于隔着窗户效果太差，世川决定去外面再拍一张。可就在他寻找合适角度的时候，没注意脚下的世川一个踏空就摔下了悬崖。虽然悬崖没有多高，但不出意外的世川的右手还是骨折了。为此从医院回来的妈妈还有些惊讶，因为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儿子因为胡闹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回到家后，家人聚在一起吃了豪华的晚餐，而晚饭过后，世川拍了张断手的照片发给了山田。本以为山田看到后会嘲笑自己，然而趴在被窝里的世川却突然收到视频通话。于是在确认姐姐已经熟睡后，世川放下被子，山田关心地询问到底怎么情况，伤势严重吗？听到已经没事之后，山田才松了一口气，这下注意到自己一不小心走光了。看到这样的山田，世川兴奋得快要爆炸，他只好强忍着内心的躁动，表示自己明天就要回东京了。闻言山田觉得好可惜，就在他还想与世川聊上一会的时候，被吵醒的姐姐一脸八卦地探过头来。世川见状被吓了一跳，反应过来的他立刻就挂掉了山田的电话，随后解释那是自己班上的女同学。听此姐姐十分惊讶，因为看到山田漂亮的脸蛋，他还以为弟弟是在看网红直播。闻言世川直呼糟了，要是被姐姐察觉自己跟山田走得很近，他一定会八卦地问到底。也就在世川想着要表现得更自然一点的时候，姐姐反常地躺回了自己的被窝。世川十分不解，他居然就这样放过自己了吗？这时山田也传来短讯询问挂电话的原因，世川表示自己害怕姐姐会一直问，山田却好奇世川怎么回答他。世川想了想说他们现在算是朋友。电话那边的山田欣慰地笑了，接着他又向世川发起了通话邀请。为了以防万一，世川这回学乖，来到走廊接通了电话，两个闲聊了一会儿，山田非常抱歉这么晚了还打电话过来，世川却表示没有关系，因为自己最近也睡不着。既然如此，山田让世川将空着的手放到头上，然后由上往下摸三次。世川十分不理解，但依旧照做了。山田说是安眠的魔法，世川有些无语，不过随即山田就说了晚安，并且不等等世川把晚安说完，山田就挂了电话。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世川告别奶奶准备回东京，临走之前家人来到便利店购买秋田的特产，
想到山田喜欢小狗，世川决定买一个小狗挂饰送给山田。也就在这时，姐姐走了过来，表示好可爱，要买成对的吗？世川瞬间慌了，开始为自己辩解。回到家后，世川提着漫画和围巾准备还给山田。就在他想着见面时要不要把挂饰也一同送出去的时候，突然一条狗拦住了他的去路。世川好奇，他们明明约在其他地方见面的，山田却解释考虑到世川受伤了，所以他想过来接世川。之后两人牵着汪太郎来到公园，看着在草地上训狗的山田，世川想的要是被山田发现自己记得他喜欢狗，山田应该会觉得他很恶心吧。早知道这样，他就应该买个普通的点心就好了。山田来到世川面前，贴心的将开好盖子的饮料递给他，随后让世川试着命令汪太郎做一些动作看看。可是每一个的动作汪太郎没有任何反应，反而是山田一步一个动作，并且顺利握住了世川的手。不过世川发现山田的手好冰，在确认山田确实有些冷后，世川想到了袋子里的围巾。闻言，山田毫不顾忌地凑近世川，从里面找出了被包好的围巾。山田这才害羞地表示，这个围巾是他想要送给世川的，可是害怕世川会不喜欢，所以才用那种方式给他。听到这里，世川也掏出了口袋里的挂饰，当作回礼送给山田。自世川送了山田小狗的挂饰后，又过去了两天半，被恋爱冲昏头脑的世川这才发现，他现在每天都会和山田在网上聊天。而今天是除夕夜，山田给世川发来了他在闺蜜家的合影，可细心的世川却发现照片上没有萌子的身影。本打算发消息问一下的，但一想到问其他女生的事太恶心了，便只发了句明天再见后熄灭了手机屏幕。之后世川独自一人来到便利店，准备买些饮料回去跨年。可好巧不巧的是，他竟在这里遇到了那个黄毛学长，同时萌子原来也在这里买东西。于是一顿寒暄后，黄毛竟拉着几人坐在一起喝起了饮料。而死心不改的黄毛上来就询问世川有关山田的事情，并质问世川有没有山田的联系方式。闻言，世川一脸冷汗地表示自己没有，因为他听说山田都是用心电感应在交谈的。可下一秒，世川的手机突然收到消息，打开一看，赫然是山田发来的。一旁的黄毛见状，开始阴阳怪气地和世川打起了感情牌，就连他的女朋友都看不下去了，提醒黄毛别再捉弄世川。可黄毛却以帮他拿杯咖啡为理由支开了他的女朋友，这一切都被一旁的萌子看在眼里，于是他也找借口起身离开。就这样，等两人离开后，黄毛来到对面，威胁世川说出山田的联系方式。然而回忆着山田可爱的笑容，世川果断拒绝。听此，黄毛想知道原因，世川给出的回答却是没有原因，因为自己不想这么做。这时躲在一旁偷听的萌子出现，表示自己要回家了，想让世川送自己回去，毕竟女孩子走夜路是很可怕的。然而不等世川做出回应，黄毛率先提出送萌子回家。可是萌子想都不想就拒绝了，并以自己和世川是朋友的理由拜托世川送自己回家。走在路上，萌子一直在试探世川的心意，可即便萌子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世川还不承认他喜欢山田。既然如此，萌子突然停下脚步，随后一把握住世川的手，表示这样也没关系吗？世川被吓得立刻弹开。之后世川将萌子送到了楼下，临别前世川感激地说了声谢谢，但萌子却起了捉弄世川的小心思，邀请他要上去坐坐吗？世川被吓得赶紧溜了。之后世川掏出手机给山田打电话，为他送上了新年祝福。就在两人通话的时候，萌子推门进来了，吓得世川立刻挂断了电话，看着远处沉思。转眼就到了新年的第一天，世川全家人一起来到神社参拜，而世川与山田约在了30分钟后见面。就在他想着和家人参拜结束后随便找个借口留下来与山田会合的时候，母亲突然看到了前方站着的山田。见状世川被吓了一跳，吐槽山田为什么每次都要来这么早。而姐姐听到山田的名字也是非常兴奋，但看到山田高挑的身材后，她有些惊讶，好奇地询问弟弟山田有没有男朋友。世川的回答当然是不知道，反问姐姐为什么要问这个。姐姐表示一看山田的打扮就很用心，还一直用镜子整理自己，并且还练习着笑容，所以很明显她是在等心上人的出现。闻言世川立马表示这怎么可能。听到老弟这样的回答，姐姐说了声抱歉，随后要求世川去和山田打个招呼。可一想到姐姐一定会躲在暗处偷笑，世川便打死也不想去。而两人吵闹的声音却被山田听到，抬头看到是世川一家人，他鼓起勇气径直来到几人面前打了声招呼。看到姐姐那副嘴脸，世川都开始怀疑自己平时也是这副德性。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没想到山田会跟他们家一起去参拜，怎么撞在一起了？之后等父母和姐姐参拜完后，两人一同上前扔下硬币，看到世川没办法合掌后，山田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手掌对了上去，帮助世川完成许愿。许完愿后，山田与几人告别。而回去的路上，世川正想找借口与山田会合时，姐姐却提前开口，想与山田好好打个招呼的他拉着世川就往回跑。看到走在人群中的山田，世川赶忙上前，看到山田可爱的模样，姐姐忍不住开口邀请他来家里玩。三人走在回去的路上，
不知情的姐姐询问山田是不是有在等谁，虽然山田表示并没有，但姐姐突然就想起了刚刚两人的对话，就连买东西都想着弟弟的那一份，两个人明明就有在交往啊。来到世川家里后，世川看到了上回他送给山田的小狗挂饰，要知道当初可是以和姐姐一对的名义买给山田的，要是被姐姐看到就糟了，于是他就想帮忙摘掉。姐姐一回头就看到世川要卸山田的衣服，激动的上前抓住世川的衣领，告诫他就算在一起了也不能这样脱女孩子的衣服。世川刚想解释，姐姐就注意到了山田腰间的配饰，瞬间悟了。之后姐姐为山田盛了一碗关东煮，看着山田吃货的模样，世川在心里暗道可爱，而一旁的姐姐却替他大声地喊了出来，你是我内心的扩音器吗？吃完关东煮，姐姐开始发起助攻，询问世川山田叫什么名字，接着姐姐又拿出了世川的毕业纪念册。小学时的世川头发还没遮住右眼，看着上面阳光帅气的世川，山田越看越来劲，可翻到最后却没看到之前校外露营的照片。姐姐记得弟弟好像是没有去，但世川却没承认，随后夺回了山田手中的相册。见弟弟如此举动，姐姐随便找了个借口准备出去，山田见状跟着出了客厅，而世川看到了掉在沙发上的挂饰，本以为是山田掉下的，可探头望去发现山田腰间还挂着。也就在这时，姐姐突然对山田说了声谢谢，谢谢山田愿意和自己的弟弟成为朋友。闻言山田眸光闪动，他叫住即将要出门的姐姐，害羞地表示自己也可以叫她姐姐吗？姐姐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下来。等姐姐走后，山田主动担起了洗碗的工作，看着山田贤妻良母的模样，世川很不好意思，想到现在是两人独处，他就非常紧张，于是世川打算把之前看的相册放回去。然而没想到的是，山田竟然也跟着世川来到了他的房间，随后一把夺过相册，若无其事地坐在了床上。世川见状有些惊慌，因为他昨天还用了一次传统手艺，他很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异味。在看到垃圾桶没有纸巾后，世川这才放下心来，害羞地坐到山田旁边，而山田嫌距离太远，直接贴着世川坐了过去。看到相片上和世川坐在一起的两人，山田好奇他们三个人的感情怎么样，世川却说他们之前经常在一起玩，但升学的时候他两都去了私立学校。闻言山田好像明白了什么，便扯开话题来到奖杯面前，夸起世川聪明的同时，拿起了一旁的猎奇小说，解释那是研究杀人魔的心理类书籍。本以为山田听到后会讨厌自己，可呆萌的山田反而觉得世川好厉害，接着毫无防备地躺在床上，询问世川知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看着山田躺下后的完美身材，世川兴奋得快要爆炸，赶忙表示山田又不是杀人魔，所以自己怎么可能知道。也就在这时，手放到脑后的山田好像碰到了什么，仰头一看好像是一本书，世川瞬间慌了，这突然的操作直接将山田压在了身下，山田的脑子一下子变得空白，本以为要发生点什么，但等了两秒半后，见世川毫无反应，便一把将他推开，表示自己要到处看看。让世川没想到的是，发生了这种事，山田竟还想着拍下他的相册，他赶忙追上跑下楼的山田，谁知山田居然又折了回来，表示下次要拿自己的相册给世川看。世川愣住了，这是邀请他去山田的家里吗？时间线回到世川小升初的时候，成绩优异的他却没考上私立学校，世川只好与他那两个最好的朋友分别。在那之后，他变得更加阴沉，一想到这些，世川从梦中惊醒。今天是过完年后开学的第一天，由于手臂还没完全康复，母亲开车送世川上学，下车后山田刚好从前面走过来，吓了世川一下后，山田就紧随世川身后左顾右盼，确认世川身上有没有佩戴饰品，然后他转过身来扭过书包问世川他的小狗配饰在哪里。世川从书包里找了出来，但由于手臂不方便无法戴上它，于是山田接过挂饰将它戴在了世川的胸口。世川看着山田，回想起上学期发生的一切，他告诉山田其实自己以前并不怎么想来上课，常常请假待在家里，甚至连校外露营那次也请假没去，但最近他开始喜欢学校了，他觉得是山田拯救了他。然而山田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如果世川没有主动来上学，就不会有这样的对话了。说着他紧紧地拥抱了世川，两个人校门口紧紧相拥，看到这一幕我不禁露出了姨母笑，而因为这个甜蜜的拥抱，两人差点迟到，他们匆忙往教室赶去，萌子却突然从拐角处出现，好奇地询问两人昨天发生了什么，难道是秒变大人了吗？送走疯疯癫癫的萌子后，山田再次递给世川一包零食，他打开一看果然又是空的，可不同的是这一次山田会额外赠送他一包新的零食以及一颗水果糖。我心里危险的东西到这里就暂时完结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